就结束了吗？想要达到天人合一最后的奥义，我是料理医生，今天来求料理的客人提出了这个要求。罗曼才是最能体现我他人精神的料理啊。哎，这个白痴真吵，差不多该来做料理了。你有没有听我讲话？你有没有听我讲话？不然你试试看，你试试看，你试试看，你试试看。人呢？老爸爸是台湾人的好朋友，卤就是用浓汁烹调食物耶。第一步，邪恶的三层肉穿烫五分钟，接着放凉之后，用屠龙刀法切成细条状。第二步，放入冰糖，炒至融化后。放入邪恶三层肉拌炒，糖的香气忍不住想要跟三层肉开始结合。当三层肉变成美味的咖啡色之后，拿出祖传的陶锅，倒入三层肉、调皮的蒜头酥、酱油、酱油膏、生气的油葱酥、隔壁老王家的胡椒粉，再加一点从天山带下来的水，来文火伺候，开始焖煮30分钟。哇，这就是天顶的滋味啊！最后就是用甘甜的蓬莱米饭与神圣的卤汁结合。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？想要达到天人合一最后的奥义，金箔落下，金粉飘飘，料理医生独家台湾二号土豪金箔卤肉饭完成。来气泡麦呀、冬季的乳汁，脸上温暖的白米，舌尖上的美味。 Oh my god， 阿宇心之白痴。还有一个，嘿，冰狗。